请剪彩。哇，我们白德威典长照整合服务中心，我们的照咖正式开幕营业喽！来，北河照咖是社会局委托社团法人高雄市秀峰社区公益协会所办理的北河社区整合服务中心，为了推广长照服务，看增加许多人的社会参与。特别邀请较侪岁是大人，伫咖啡厅担任外场服务员，透过协助八大的工课，互是大人有表现自己的能力。店内也有运动器材、按摩椅等设备，另外阁有管理师、驻店服务台，民众会当来照卡对着长照制度咨询，协助民众康是大人接近长照服务得到帮助。咱就第一间的这个照卡照顾咖啡馆。希望讲接近咱的社区的民众，希望咱的民众有任何甲长辈照顾的问题，也是甲这个长照照顾的问题，随时拢会当来遮啉咖啡、啉茶，啊，伫遮问讲，到底我的隔壁的长辈有这个问题，要哪来处理，要哪协助？啊，阮家有啥物来？阿公还是阿妈？哈，爸爸还是妈妈？有啥物需求？不知道要怎么来使用这个长照，我们刚才有说找得到、用得到、看得到、找得到、用得到嘛。我们一定要让民众可以用用用我们的设立才有意义。我也感谢我们刘总裁在主会在我们北河设计的这个照咖，我相信这种又是日照中心以外更多功能，更具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包括我们请我们长辈来做我们的这个店里面的服务人员，阿妈很多的咨询，阿妈在家大概在互相交流了，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新的模式，希望在台南能够成功，在北河啊，那应该在那路口也要设一个招牌，观光客也可以那稍微挖一个就够了，那将来我相信这个新的模式可以让我们的长照有更多的方式、更多的可能，我们的长辈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